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赖老师的舞蹈教室。在玩日行之有年的小赖舞蹈教室，2020年也有许多歌手来光顾。究竟我们的小赖老师把大家的舞曲改编成怎么样？现在就来一起回顾一下吧。敢就追我男友吧，敢来追我男友吧，敢就追我男友吧，有看到这边还有一个人吗？Thank you.
小爱老师真的很厉害，每首舞曲都能改成不同风貌。不过 FJ 二三四居然敢来踢馆，在小赖发行《干我什么事》单曲时，三位各自发挥长才，挑战情境舞蹈。哇，我中乐透了！等一下要买店家，还要在土城买一栋房子。哎，你们自己跳，这段没有跳。反正我可以买吧，跳，从七款都差不多了吧？走个拜。早上就不要当保人了，干嘛那时候要把自己的证件拿出去压呢？这个社会对我好残忍啊！已经在酝酿了。我的不行了吗？加油，小赖！好痛，我的肚子！你们好使用这情境舞蹈挑战，完全让人身临其境。只能说三位真的太有才啦！完全乐终结整理报道。关注你了。